来后，这一个脚板可以拉出来，它会比较稳定。那我们要装这个的时候，拿出这个工具，往这边，好，这个转动一下，把它的洞给整个穿过去，它就可以锁住。锁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电源开关插上去，电源打开。然后我们要装这个膜的时候，这里会有一个，一边会有一个这个开口的地方，我们就这边进去，这里进去，这个开口套进去，然后往这个方向拉，这里一个按键，有一个红色的按键，好，我往这个方向拉，按下去，它就会出来了。跑出这样一段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设定哈。微葫芦膜，我们的速度是这个调到100，这个是温度调到179，风速就是调到200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按这里开始了。等它温度够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跑。打够了之后呢，一样按刚刚开始键，再把它按一下，它就停止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撕下来，一样按这个键让纸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咯。